下位的字母，我们拍手。来来，接下来来读圣诞老人吼，向我们的这个祝福的话，来我来念，我大家听，来加做咱未来的祝福啊。圣诞老人来讲，我带来三样的祝福，带来三块的祝福，这三块的祝福拢记载在圣经里面。第一块的祝福啊，也来讲，讲伫极远的所在，应跟归的上帝，伫地球平安。为了伊所欢喜的人，愿咱每一个拢食做上帝平安祝福的人。好嘞，阿妹，来，第一个祝福我们拍手谢谢啊！谢谢。来，上帝第二个祝福就是阿妹跟咱讲，讲你要认识神，就得平安，福气也必临到你们。等咱一摆上帝，等咱挖去上帝时阵，咱就有这个平安，这个福气永远在咱的心中。咱愿上帝应跟加添在咱每一个人心中。来，搁再一遍拍鼓啊！来，感谢上帝。第三个祝福，这是正重要祝福，也是极大的祝福。安尼讲，讲上帝为听着伊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。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所以当咱将上帝放伫咱生命头一位时阵，咱会当领受着咱的耳孔袂捌听见的，目睭袂捌看见的，咱心内嘛想袂到，最最上帝恩典。所以愿上帝用这款的恩典加添伫咱的心中。后来咱拍手，谢谢上帝的恩典的祝福哈。我们三行的祝福，今仔日降临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来，咱拍拍感谢这些圣诞老人，还有来帮圣诞礼物吼，来拍手啊，来迎接那个圣诞礼物，来领受圣诞礼物。圣诞老人旁边哈，跟他合照啦，好，那给他合照不用钱哈。